Hello， 大家好，有没有看到小新手里这台经典的保时捷 Mate 20，也就是华为的一个保时捷系列手机？哇，没想到现在还有一台库存机，这台机器是没有拆修过的哦，就是库存的新机哦。你看，还可以升级鸿蒙系统啦。你看这膜都没人撕的一个全新机，哇，嘎嘎完美。这一代的20值得去纪念，你看，哇，这主题真的是，就是很有上手，很有情怀，很念旧。是我的话很念旧，我经常在测这个机器，很漂亮啊！你看，我们来对比一下这颜色，老款的颜色跟新款，新款的颜色更加鲜艳一点，就跟。这个就跟那个保时捷座椅波尔多痕一样，你看这质感挺好的。但是这个更有标志性的是它的第一代保时捷，第二代20嘛，它的升级了哪里？跟你们看一下，新款的它是边升级了一个直角边宽，老款的就偏圆润一点，然后这里多了一个闪光灯。然后其他设计感也没什么区别了，你看，反正就很简单的一个小小设计，增加了一个直角边框的。来看一下主题，两个主题的话，是你的话，你会选择哪一个？我如果这个的话，小屏的话可以适合各位姐姐们去用。然后老板的话，黑色的这个，这里还有黑的，这挺有纪念的。漂亮，非常漂亮。这台机器说一下哦，这个机器它都是512G 的，就是它只有一个内存，所以说足够大家去用个两三年完全没问题的。你看这台保时捷依旧很经典，反正它也不卡顿，流畅信号都是很在线的。看一下这流畅，流畅丝滑，打开一下设置的信号也是很强的，我们简单拿一下蓝牙来就行了，搜一下321，哇，跳出来了，你看这些，厉害吧？这机器可以哦，漂亮吧？拜拜。